对阵幽默飞镖人，卡莉吗？哎，不是啊，不是他吗？不是啊，不是一个人吗？哦，啊，他好像不会是很会玩游戏啊，说实话。下路，下路，下路，小丑，下路，下路没有闪，没有闪，没有闪，大家都残血，没闪，德子很残，德子很残，没闪，德子，德子，德子，直接单杀，德子，德子，德子。踢过去 A 一下，满满的全是爱。没，他有，他回头要勾你。有是吧？我们把线推了。推。这波值不值得？直播间五个人点播关注，我尼玛才五个人还播个毛啊！国影卡米尔，这把小丑要被打爆了，我只能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我这把是没有进他野区，我要是进他野区，他这把玩都玩不了。那你为啥不进呢？啊，那你为啥不进呢？因为我对我们这边。肯定会被对面压，我想着，你看我都单杀了，怎么压呀？你在叫什么？你要进给对面去，我能帮助你。双标，结巴。我们家下路什么时候被压了？对呀、啊，什么时候被压了？都差点晕了，太被晕了。cover me。我抢线了，你别急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他拼不过我的。哦，你确定？拿下，没事，我能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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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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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靠，能靠，能靠。下三下，他不移过来，哎呦呦呦！我直接 EQA， 直接抢，一技能减速，追，别怕他，再移过去 A 他，追着 A， 不打，不是，我打蛤蟆了。要不你来直播，沙米拉？蛤蟆呀！要不你来直播呗，沙米拉。谁是主播啊？啊，我是不播了。感觉你现在有点累，不想播呀，阿卡利。嗯。阿卡利干嘛呢？在哪呀？在。哎呦，勾巴叫人了！怎么有人在送啊？是主播，主播之间还是有点面子的。如果我这么一打二了，他们还播个毛啊？对，江湖是讲究的是人情世故，不是打打杀杀，知道不？人情世故就是，假如我这波卡了啊，我卡了，我没卡呀，但是我是故意讲究人情世故的呀。A 一减速，爆他那边打了，我卡了，爆打下去啊，哥。阿卡利过去了啊，我也在赶，但是我可以帮你照出来他，我帮你照出来了。没事，你别怕。我直接点燃轰个双标，肩膀秒掉，来追他，别怕。哦，你怕，吃果汁，好吃。哎，他吐。哎，一个 K， 哇，这么好 K 呀、啊！啊，这么喜欢 K 头啊？啊，你下来呀！啊，好可恶啊！差一点，有点高，全场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对面打野是国一吗？对面都是国一啊，对面全是国一啊。加卡利加国一卡米尔。对啊，但是不是我们的对手啊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对面打野是哪位？你爆杀了。啊？那我们这边的主播呢？我们俩都是主播呀，我们是国一杰、国一瞎子。我是在榜国一瞎啊。我也是在榜国一杰啊。哎，我们两个都怎么才能收到你们 ID 啊？我操！我这在榜国服第二百零一，厄斐琉斯都没说话呢。哦。厄斐琉斯？什么叫国二？我在榜国一，什么叫国二？你在叫什么呀？来，法宝爆杀！我在。可以去。对面阿卡利去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怕。没事。我会保护你们，好吧？我会出手。要被勾了。OK。OK， 好走哎，好扭。OK， 帅啦！猫咪给我。快点，减速，来，直接，别着急，哎，我打不掉，打一下 ，OK， 给他挂 Q， 没事，我再靠，我闪一下，我再靠，不是，我们家中单的，不是，你别急呀，我在靠，双标肩膀掉，怎么说还能打两个影子，后面过来，一人减速点燃 ，Q 技能给他显形呗。点燃先挂，哎，完了，别急，双标肩秒杀，烫死，换位过来还要 Q，OK，、okay, 打龙呗，要不？别 Q 了，打龙吧，我操，你们存在卖我？谁在卖你？我们在等技能 CD。他还要过来吗？干嘛，老弟呀、啊？
这都是我的，你信不信？哇，这么能 K 啊！没事，这个头是我的。好 K， 好 K， 好 K。K 过去，刀不双标，直接把这个人头 K 掉，还想开大号 K 头，真不要脸。真行，真行，真行，真行。先避一波，我先避一波。回家买个装备。那我 C 你们好吧？我纯纯打工。我这题我来了，大家快来，别急，这波往中靠。要知道国一跟国一之间也是我派，我派，哎呀，哎，我在，我在，麦麦。那个妈咪过来呗。哎，先锋打完了吗？谁打的？哦，这题打到先锋，你确定？对，把先锋给打完了。我们，我先刷一下野区啊，你们别着急啊。想来抓我对面？哥们儿，我一个营建。我操，这中炮。贝拉，你不去做直播可惜了，在白哥那边报名一下。好好好，这还能拼不放先锋？没事没事。OK， 过来放先锋。但是我并不是很怕，我先回一波，没事。困了困了困了，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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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又卡了哥。好烦，这不卡了这不卡了，没办法。你小心点啊。你 A 一层，操，不是有。快走。我再往下靠，我再往下靠。你卖一下，你卖一下，我在。要踢过去 A 一层。好 KO， 好卖，好卖。好帅！呜呼，我杀不了他，他有烟雾弹。对面有个阿卡青钢影。说实话，这波我在。我操作了。哎呦，说实话，这是万豪也好顶尖啊！现在我宣布，白哥比你强。啊？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我可以跟杰了。哇！我宣布了。OK， 你跟着我，我回家买个装备，无敌了。白哥叫我去卖的，我只能去卖，我不敢卖。什么叫我让你去卖的？你想 K 头？你想拿人头就想拿人头，你见到我卖的情况下我才去卖的。哦，你确定？我们的国一就这样啊，好菜啊！哎呀，不是对面太……哎呀，你别这样子说，都是主播，你这样子说。你为什么说我家？他说的是你，他没说对面的说是你菜。我看他说的是你国一盲僧上了，我来了，抱他可以吗？抱到我这边来，我直接一个大招，没吧？没事，等他交闪。哇，没事没事，他死了，给他吃果子，抢他果子吃。 OK， nice。 你跟我跟你有什么用啊？对，你跟我。喂兄弟快走，跟你俩走了，那我呢？不是跟你俩走了，我呢？哎，说实话，这不还好。说了说了，猫咪如果跟你，你们俩都得死。我要走的，我要回家的。我听他一说，跟他，我直接往塔下溜。你能杀五个？哦。哎，一扯剑，再 A， 你没闪现你怎么跑了，弟？哦。直接告诉他们毁命成太命，一个 QT 过去 A 一下，再一下十。不是。六六六六六六六。我猫都借你了，都不说给我猫让个人头。会跟他，就跟他去跟白哥。猫咪还要拿头。猫。跟白哥，不跟他。猫咪是我们这边唯一的 AP 啊，肯定要拿头啊。谁战绩好，你跟谁好吧？我现在比他多个助攻。谁经济好，谁跟谁，经济决定一切。你们俩说的都不算好吧？啊，对，得按 AD 说的算。快点，我先跟谁，好吧？你先把你媳妇儿借我一下，别着急。先把你媳妇儿借我一下。谁背锅？谁背锅？谁先？上了我了，上完了，上完了。对面人呢？对面人们全都不见了。你高低点威我五块。往下走，怎么说？看下头有没有人。下头可能要被越啊，小心点啊！我们直接推高地吧，下头推高地了，通关了。来嘛，这得了呗。回去守高地去上路了，对面全去。我们直接推高地啊，上路，你们去守一下。我们搁这打三狼了，老弟，成绩显出 AQ， 格莱文都没追你，搁这追上了。你回要不不用，他们不敢推，他们不敢推。你还敢打我？留住了。你还敢？哎呦，吓坏我了，差点猫咪就跟他了。下路 A 两下就没了那个塔。完不了。
春天不能去 A 呀、啊。没事，这把我们中野带你飞，别急。Okay, 什么叫乌龟流啊？我一万二的经济，我还乌龟啊？这怎么乌龟的？你告诉我啊！说明你运气很好，他是个注定是个上八分的好分子。上路我来了，万豪，直接搞他呗！没办法了，只能一手辣手碎花了。主要是我就怕你下把不敢开了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我你确定？大刀放我到身边，上面肩膀秒掉，算喷肉了，先拿扯一下。小心，算了，别慌，我血手还差两百块，我们推个中塔呗。对面这个太肉了，说实话。他过来的话，我也可以打，你们也可以打的。我带一个猫。卡米也没大招的，跟你说一下。我怎么说呀？卡米也没大的，卡米也没大的。我就手贱了。贝尔怎么可能没大呀？你别。刚踏完我，我骗你干嘛？真没大。OK， 我信你。现在可能会有了，他们什么呀？老子直接你好隐身了。看小罗呗。OK， 来，我直接隐身。天机你拉了，直播间七个人不如去隔壁播王者荣耀。不是，我刚卸载完王者荣耀，你在叫什么呀？挂 Q， 别急。A E 减速，往后拉扯，注意细节，这边擦个眼，再挂 Q。他又在推。队友人呢？得回家一个，我回家了，这不你们打吧。先杀一个，别着急。买个受困者吧，这把。好搞。哎，走，他技能。你下次能不能早点开播？我很早开播了呀，我10点就开播了呀。红给吃了。逃离双标 ，A 一下 ，A 两下，这波可以把他宰了，别急，他这很肉，不过没关系。这波大大点燃，硬减速 ，A 他一下，到双标 ，A 他一下。哇 ！A 一再 A 他换位 ，A 减速，金身躲他的大招，怎么这么肉啊 ？W Q 双标，硬减速 ，OK， 完全打不过他，算了，还是不跟他打了。他没有眼的兄弟，他不知道这龙血量多少，让他飞下来，我们先打人好吧？打人，记住了 A， 我上了 A, Q， 递上去 A W 再拉开，剩下来 A 挂 Q A E A， 没事，我打这个龙。我顶到没安出来，好难受啊！你是人啊？那龙400滴血，你是不是人啊？400多血我不成，我就是玩儿。学回血，我不死。我是伙伴凯旋，没事，这些龙是我故意给他的。你是故意给他的？为什么要故意给他呢？他搁这打小丑啊！他是在昨天打小丑，我当场把你出来收了啊！那个猫咪下次蓝 buff 给我呗，帮我看这个蓝。来给我五块，我的 VIP 喷位。去反吧，他们卡面没的。哎，救命救命，万豪哥哥。就一个机器人，你怕？万一有五个人在后面呢？我操，对面家里面躺了两个人，你说五个人在后面，别搞笑，我回个家。他不会要勾我蓝 buff 吧？哦，没有 ，OK， 吓死我了。看一下对面阵容啊！你看还是得跟我，跟他没有用，龙都能被抢的，你还播个毛啊？你在叫什么呀？小龙呗，三龙了，这波。是我故意给他的，拿小龙吧，拿三龙吧，稳一点。杀了兄弟，看我。情感在后面，情感在后面，情感在后面。完了，你死了，老弟。走一下位。死了，我怎么死？老菜走。哎，不是。到双标，别急，完了，这龙不好拿了。可以拿。你确定？你可以抢吗？一眼减速，再 A 他一下，再 A 他大点燃，我先把他前排秒了，双标把他前排秒掉。一眼减速，前排秒掉，别急。我在。哎，你把那个阿克林秒了呗。阿哥干嘛？双标。啊，我位置很好，我位置很好，你能看我吗 ？OK， 我在看，我操，你别急。拉开，别着急。星影大快好了啊，大概十秒就好了。他没惩戒了，你看我一下呗。他没惩戒吗？我可以抢，怎么说？你信不信我？我确定。你确定？我也可以抢。大刀快。Q 技能 AI， 哎 ，OK，Nice。没事，换一个。拉满了，看你了，白哥。你那个枪。别急，他应该死了。往回拉走 ，W 减速 ，A 他一下 Q 技能，闪现。哇，伤害太高了。猫咪快跑！还行，抢下就行。不过对面玩的也是真的好吧，这波。还好对面没惩戒。哎，还行。
再蓝给我，再蓝给我。直播间多少人？我这边才八个人。八个人。八个人。八个人，你还能播个毛啊？你找个班上吧。我去要不就给你播王者去了。好好好好。我在线，那个万豪你在线吧，你打团没我有用啊，说实话，你在线。对对对，让杰来打团，让杰来打团。有问题，我去把他盘一下。要不直接我去把那边的青刃杀了，你要打龙。哦，不行，这边在看着的。确定。万豪，你去带线啊！你别兄弟们怎么样了？你去带线啊，大哥。哎，没听到。快，三个。可以打。没事，把他 TPP 出来也行，快 TP 掉 TP， 把他 TP， 把他 TP 出来。你有金身吗？好大！打招打这，我前面打一个，先秒一个，到底是一个双标，先把两个帮我点燃，先秒一个，别急，能追吗？这边 C 出来了，小金。打住了。哇，好肉啊，这狗。好卡。打大龙呗。好，打大龙没问题的。我在路上。你没惩戒也没关系，你去猫咪，你跟瞎子，我去找这个青钢影。青钢死了。行。双标 A， 别急，大家点燃 A， 先把这个秒掉，再 A 下一拉走。哎呦，他有金身，我操！我没惩戒，等一下我惩戒。别急。等一下我惩戒，不要着急。你赚钱多少秒？赚钱多少秒？惩戒好了。OK， 惩戒好了那就行。哎呦，吓死我！好。还有闪吗？双标。A 直接秒杀 ，OK。你咋这么能 K 啊？不是，什么叫我能 K 啊？凭实力拿到的呀，这是。你跟我让我操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每次龙都不是你拿的？哇！嗯。等一下，你先别管，不是我的，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。哎，别急，拉扯一下。因为龙让我拿了。金，救我！大招一剑九州都不了走，双标完了，快走！人果龙，我买 T， 你让我们直接打吧，对面都没技能。真的假的？阿凯里没大的。直接打，先乱龙，放心，对面没有大招的，直接乱。我感觉这龙要被抢，说实话。没有我感觉这个龙要被抢。猫咪跟我，完美，我来卡利亚。吓死我了！一下 Q， 直接给他带走。这上面还有一个，我闪去上去追，摸过来，被勾到了，完了，好操作，可惜差一点。Nice。他不要铁呀，操作以后，我带上我的宝贝猫咪。什么带上你的？跟着我，我一万九，他没输出的。我没输出，打翻就死。上路。没大龙了，不好激波呀。对呀、啊，上路啊！别着急，再 Q 一下，踢了没关系。在高地拉扯他们 ，Q。来上路，上路塔，上路塔可以拆，上塔可以拆。小心，他站很高的，别被他飙到了。大不了我没。哎，不是，我、哦、我走了，拜拜。哦，挂 Q， 让那个了，我踢到那个阿卡。哎呦，好想杀我啊！我吸点血，没错，我满血了。放过高地吧，这个高下放高地得拆的。没大龙 buff 了，还好上吗？感觉不好上啊。一点，毕竟。哎，完了，被 Q 到一个，不还行，真的很肉。慢慢推。没错，他毒蛊挂到我死不了的。干飞过来的，没有大招的，三秒，两秒，他已经醒了，兄弟们，我继续补血，你们下路。OK， 推下。他转下，我操！高地拆完我们。啊，被勾过去了。往里爆啊，哥呀！没事。哎，他一到了，先看，哦，好踢！死了吗？我消耗吧，消耗吧。死了。挂飘，下啊，没打他，没打。一四姐，能杀吗？哇！对面反应，对面拉扯的好，我们把这高地拆了再走呗。这高地好拆吗？阿克里没大招，哎，小心他大招，躲一下。你到底吗 ？Nice， 好 W。我操，说实话好恶心啊！这个人顶在前面。小龙要刷了。我们大龙，我们把蓝 buff 拿了。OK， 我走了，回家买个金。我没金不敢进去。赛季出的大数据真的很不亮，随随便便一把都能打到二十分钟。直播间这把赢了，直接赏你。我没有鹰眼啊，大哥，我不，他有金身，我没金身，我不能吃鹰眼大招的。不是会玩游戏吗？去加个游戏行不行啊？去下个游戏玩玩。没有眼，过来跟阿卡里。
搞不懂，人我没金身，我怎么进啊？我去砍，我去砍，我有这波有金，但对面有复活甲，我不好卡，说实话。算了，不好打，不好，对面金身我不好卡，剩一半血了，其实还可以打。对面有点残。CBC 防一下好打。对面中塔，对面有兵中的兵线很差的，再打呗，继续打。我们这里去开人。感觉继续打呗，哎，算了，他来就走，我去中路把那个阿克里宰了。别听诊哥，别听诊，不急，下路线很差。我们下路线很差，我先去下路求一罗线吧。对，不急，这个大龙我们不急。我们有龙魂慢慢消他们，他们忙不了的。对，等我个金身，不要慌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，打的就是一种命。萨米拉，你的 W 就留来挡那个山羊的大龙就好了。中路能抢下线吗？过来，杰布 OB 玩什么？这就得 OB 啊，就是 OB 英雄啊，大哥。到底双标 A 一下，烟减速。别急，我再靠。再拉一下。阿卡丽，阿卡差很高，阿卡差很高，肯定阿卡丽好 W。他没屏幕了，我再靠，这波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。救下机器人呗，看我一下。今天死了。死了！哇！啊！别急，猫咪先上来，先拉扯一下，猫咪上来，别被控了。死了！别着急，我摸过来 ，A 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我在，别急，死了！先杀过，先杀，去杀，就杀奥恩呗。那是，能一波吗？我来追，神界减速，挂 Q， 他没攻。没事，我有闪，他死了。飞起来 ，A 一下 ，A 两下。追！好了，算了，别杀了。下拿他应该没闪。OK， 直接拿下。哇，这么难打吗？我们三龙都这么难打，好质量啊！兄弟们，你们的瞎子又玩错了。不，我这种瞎子才能在这种时